是 GameMami.com 的小曼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 PS3 的神器之一，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 Wireless Stereo Headset， 是什么呢？就是 PS3 专用耳机，相信大家已经所有耳闻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它实际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这个耳机非常神奇的是，它是 7.1 声道的。哎呦，好像对它太残忍了一点，我转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哦。首先呢，我们打开来看到这个盒子里面附了什么东西，就说明书嘛，没什么东西。好，先放旁边，放猫头上好了。重点来了，因为呢，这一个 PS3 专用耳机它是无线耳机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没有线。然后再来，它比较特殊的地方是，它这个是有耳麦的，除了是 7.1 声道之外，它是有耳麦的哦。而且听说我们 PS3 的耳机戴起来都相当的舒适，怎么个舒适法呢？各位可以仔细先看一下它的外形，包括它正上方这边都还是做金属光泽的，相当有质感。再来呢，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耳麦在这里是可以拉出来的，然后另外它如果说要调它的宽度长度的话，只要拉这边就可以了。来，可以再拉一次给大家看，所以如果你头比较大的话，就把它拉长一点。然后另外呢，它的控制钮都是在这，坐在这两边的。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戴在耳朵上面要调大声调小声的话，直接从旁边调就可以了，很适合自己的手感。比如说像它的声音大小在这边，那另外它可以调整，比如说你今天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的对话声音跟音效声音的大小，同时也可以在这边做调整。那再来，你的麦其实还可以开静音的，这上面也都有控制钮，都隐藏在里面，所以等于说是它是相当优雅有质感的。那再来呢，它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可以让它接收无线讯号的，就是这个无线接收器。这个东西呢，小小的 USB， 它不是随身碟，它是你插在 PS3 上面就可以直接接收到它的无线讯号，等于说是你今天插上去随插即用，你不用做任何的设定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 PS3 专用耳机的开箱，那待会儿我们就来试试看它音效吧。哦，这音效超赞的耶，超赞的耶！哦，不愧是 PS3 的神器，太屌了。可惜你们听不到，这个配乐实在是赞，而且它的环绕音效啊什么的都。而且仔细一听会发现，其实这声音它是有前后的分别的，就是你可以仔细的听得到它左右前后人在走的时候，它今天接近你的时候那个声音。可惜你们听不到，跟你们说，这个真的太正点了。嘿嘿，啊，被抓住了！哇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！如果你是 PS3 的玩家的话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一定要试试看这一只耳机 7.1 声道。重点是呢，它跟 PS3 搭起来真的是绝佳搭配啊！我老马了没啊？好，先这样子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